特别自豪的加拿大品牌，因为我们全权是由加拿大出资和生产，亚麻籽油富含比较高的 Omega 3， 是属于所有油中 Omega 3含量较高的。今天带来的所有产品是有不同的口味，我们有蒜味的，然后有辣椒味，有 Rosemary 的味道，就是九层塔的味道，和原味的。然后我们的油是加拿大第一款可以高温烹制。我是在加拿大註冊的聘譯師 Audiologist， 是助聽驗配師，叫 Hearing Instrument Practitioner。 我是 Lanson 李志文的，開了我自己的診所 XM Hearing Clinic 卓倫聽力中心。我是 offer 很多 service， 有聽力測試、評估，固然有助聽器試戴60天，還有我們會製造耳模，還有我自己有個 special license 可以清除耳垢的，即是 ear rest removal。 還有我有個特別的 training 是去處理耳鳴的。你好，我想問一下我們應該要注意的關於疫苗要注意的地方。其實呢，流感針呢，很多人以為呢打了之後只可以幾個月，其實不一定的。其實流感針呢越早打呢就越好，因為打完之後要大概一個禮拜才有效用，所以現在流感季已經來呢，最好就越早打就越好啦。我們在 Shoppers 藥房 Retreat Center 這邊呢已經有很多流感針可以準備好了。我是 Amy 啦，註冊營養師。我的機構咧叫做樂健營養 Libre Nutrition， 咁係為呢一個社區公益盡一點力啦。咁另外我的診所咧就喺 Richmond 嚟嘅，咁係可以自己過嚟睇啦，或者醫生轉介都可以。咁譬如你有糖尿病啊、心臟病啊、癌症啊，或者係其他四高嘅情況咧，你都可以嚟揾我。嗰間階段啦，係 Richmond 嗰間。咁我哋平時咧都係有幫人哋打針啊。依排流感，我哋有打好多流感針啊。咁我哋亦都有幫人哋check 下佢嘅血糖，手指 check 血糖，咁樣睇下有冇依個糖尿病嘅風險啊。寶富金融咧，其實係一個我哋可以幫客人咧提供一啲理財嘅服務啦。關於財税的怎樣去將自己的退休做得好化好啲啦，優化啲啦 ，OK？ 佢產品可以令到佢哋退休生活上面，令到佢哋唔使淨係靠政府的資助咧。萬一真係生病啊，甚至乎係屋企人出事的時候，可以令到屋企嘅財政唔會受到好大的困擾啦。其實可以話俾你聽，係0至85歲都可以做到的。我们公司呢大概有22年的历史，然后它专注于健康产品、保健品之类的，一直的我们大概有4个产品线吧，像我们Omega 3系列的、植物系列的、精华系列的，还有补充剂系列的。鱼油、海豹油都属于Omega 3系列，那它就对于比如三高人群啊、血压高啊、心脏啊都有很多好处。那蜂胶作用大家可能知道，比较抗氧化，主要是消炎啊。它是叫巴西的叫阿萨伊浆果，这它是属于在植物类哈抗氧化水平最高的，因为在大家可以再上网查一些资料，它是排名第一的。其实禅修咧可以帮助我哋嘅身体增加我哋嘅能量啦，增加我哋嘅元气啦，其实好多方面对我哋。提升我哋嘅亞健康，可以改善。前週我哋長年都會開班嘅，咁我哋有一啲健身班啊，有一啲減壓班，咁有半日嘅，有全日嘅，咁同埋我哋一啲八卦班，其實可以增強元氣嘅。係啊，所以好希望各位都可以嚟參加。佢係本身係。Clinical Sleep Solutions 咧係睡眠治療專科嚟嘅。咁我哋咧會做好多睡眠問題嘅測試啦，同埋做一啲治療嘅。
咁我哋嘅測試咧係有一個係攞翻屋企用嘅測試機啦，係非常之方便同埋舒服嘅。打開鼻鼾嘅問題啦，或者晚間瞓得即係成日都瞓唔冧啊，成日醒嘅問題，咁呢啲人可能會有睡眠窒息，咁就用一個治療呼吸機。咁呢啲就係佩戴嘅，咁啊冇其他嘢噶啦，瞓一晚，咁我哋會 download 啲數據，咁就會睇到你有冇呢個問題。Charlie， 我們的公司是加拿大聽力診所，都不知道自己的聽力下降了，所以我們就是提供測試聽力的服務，然後要是需要助聽器的話，我們可以給你提供選擇，讓您合作，我們一起跟您合作，選擇最好的解決方案。但是如果你去看按摩师或者去看那个治疗师，他叫你不要做运动，多多休息，那就去换一个。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叫做下腰痛，它的这个疼痛呢介于背部，介于。